啦，而家系直播，直播咧，正话刚才我用 Facebook 直播咧，中间断咗，只系得翻几秒钟，所以咧真系唔好意思，对唔住，我都唔知道呢个系乜嘢嘅障碍。而家我改用我自己呢个直播，咁啊 OK 嘅。咁啊，今日咧继续咧呢个新时段嘅节目咧，就如是我问。我咧就想讲讲咧，就系、是、中国嘅巫术。中国嘅巫术咧，就睇下呢个字咧，巫蛊。咁啊，但呢个蛊字咧，好多人咧都经常见，但咧通常咧就写咗咧古今蛊，就唔系咧呢、这个三个从下都有个名字呢个蛊。呢、这个蛊呢，好多人都话蛊惑，蛊惑咩？蛊惑仔个蛊惑呢，就系、是、呢个蛊呢，就系、是、真。咁我哋讲讲咧呢个蛊呢，喺中国嚟讲呢，系巫术嘅一种。巫术呢，就喺中国里面呢，唔系就系西方有，中国都有。呢、这个入于黑巫术里面嘅一个支派。咁所谓蛊呢，是一个人工畜养的蛊虫，虫来的，所以它从虫字，这个有原因的。那么这种这样呢，就将不同的有毒的虫集中埋，通常呢叫这些叫做白毒。那么将它呢传说中啊，千祈大家唔好学，就放于一个罂里边，或者放于一个咧罐里边。咁然后咧，佢里边咧冚咗盖咧，佢里边咧啲嗰啲蛊虫咧，啲毒虫咧，啲白毒咧，就会互相蚕食噶啦，大家食噶啦。咁啊，卒之最后咧，食到最后尾。边个打赢呢？边个食晒其他啲毒虫嘅呢？嗰隻呢就叫做蛊啦。咁啊，我呢唔係好想呢讲出嗰啲毒虫，因为大家呢可能听完之后呢去将呢个传说仿效，咁啊弊啦，係咪？咁啊做唔到蛊呢，反而呢就害到自己。不过呢，大家都明㗎啦，边啲係有是毒虫，咁啊，边啲系毒嘅insects， 咁啊，边啲有毒嘅动物，大家都好明。嗱，唔好斗佢，唔好掂佢，唔好我讲完之后你赖咗我啊，教你啊，弊嘅。咁啊，唔系话日日去做咧都可以嘅喎，系农历五月五日嗰日咧就一做咧，原来就有效嘅。近住端午啦，百毒出嚟啦，惊蛰之后啦，咁啊聚百种虫，咁啊唔讲都唔得啦，梗有蛇啦，咁啊小蛭虱啦，有啲虱有毒噶，譬如西洋咧黑死病咧就系鼠嘅老鼠嘅身上嘅虱传染，佢唔系佢有，系因为佢带咗呢种嘅黑死病嘅药嘅嗰啲菌，无药可医啊！嗰时咁卒之咧就制造呢个蛊，做呢个蛊即系做咗之后咧，咁咧就利用最后尾呢一只。食完打剩所有嘅毒白毒之后咧嘅蛊王咧，就将佢中成粉末。嗱呢种粉末咧唔系讲玩，真系咧白毒聚会在于一身。咁嗨嗨咧都话中蛊嘅。咁啊，
当年呢好多神呢就都相信刚才我讲嗰、那个做股嘅方式。咁于是乎呢亦有一啲人呢就喺屋企呢就所谓畜股畜养股。畜养股嘅人系为咩呢做生意囉。或者系有深仇大恨囉做准备卖俾人或者自己自用我嚟报仇啦。咁呢啲粉末呢可以毒药一样。咁嗨到呢都丧命嘅。咁有阵时呢静鸡鸡呢下蛊落去别人嘅飲食里面呢係真係呢有阵时唔觉嘅。咁有阵时呢就审出嚟。有阵时呢就好似谋杀啊肥仔金个大佬咁样呢就搵啲布装咗啲蛊毒呢就揞人个口鼻啊都有。咁呢一种呢都系一种呢我哋中国人都为之呢黑毒。非常之黑毒嘅一种呢谋害别人嘅方法。因为有啲人呢话小说最多啦。话啲古人呢就鍾意留长指甲。点解呢佢将呢啲毒粉呢藏喺个指甲度。然后呢必要时呢就用佢嘅指甲长嘅指甲呢下毒。有时甚至乎呢弹指神功弹出嚟都夠胆死嘅。咁呢呢啲呢就係、是即是黑毒的做法。咁亦有一啲呢就话呢佢想害嘅人呢佢呢将嗰啲毒粉呢摆咗落去一啲物件度。通常呢可能贵重物件尤其衣服有纤维性嘅为多。咁佢呢就将嗰个衣服啊或者嗰种物品呢就放诸于佢个仇人嘅必经之路嘅路途之中。然后呢等人去執。哇嗰、那个人以为有金執啊以为有美服執啊以为有其他好嘢執啊一執執咗。咁嗨嘢啦。唔止佢嗨因为呢佢将个蛊毒呢带咗落去佢屋企添。或者佢公司先或者佢个衙门添咁呢就弊啦。咁惹埋晒全棚人呢都一起中蛊毒。嗱原来用现代人嘅观念去諗呢呢、这个蛊毒可能系一个微菌又可能系一种呢疫症好似沙士咁样。哈中国香港人呢讲沙士大家明啦啊打个黑刺你呢都嗨嘢嘅，啲非典型嘅肺炎咧，都系微菌或者系一啲过滤性细菌咧所引致。蛊毒可唔可能系一种过滤性细菌咧？我唔敢讲，但系咧亦有人讲话系一种微菌嚟嘅，系一种过滤性细菌嚟。咁但系如果佢藏喺手指甲嗰度咧，然后弹出嚟或者系落毒咧，呢位仁兄咧。我睇到自己都嗨埋嘢都未定喎因为粉末太细咁容易呢嗨正。咁呢系咪传说嘅咁但係呢蛊毒呢喺中国嚟讲呢真係种类繁多啦。毒虫类嘅呢嘅蛊毒呢好多啦大家都知啦睇戏有啊有时邵氏都拍过呢啲戏蜈蚣咒啊蜈蚣蛊啊蜈蚣即系白竹，以前咧我哋屋企咧，厨房咧系旧式，咁里头咧可能藏住好多白竹，白竹系有毒嘅，咁唔好睇见阿洪七公咧，中意食白竹就认为美味，又借竹条食下喎，真系千祈唔好话有毒，咬到你咧你都咪话唔惊，马上去医院啦，急症室啦。咁
中国的吴公呢，长者呢听闻有七至十寸，不是小嘢，普通我哋日常见到一隻呢都成两三寸的。咁红色嘅头呢听闻呢最毒。咁毒虫嘅蛊之外呢有一隻叫做金蚕蛊。蚕呢就係、是、兔丝做呢、这个丝质嘅一种动物。呢、这个中国人呢好早喺雷祖嗰阵时呢已经发现或者发明咗呢利用呢种蚕丝呢嚟到去做衣服㗎喇。我呢曾经喺广州呢、这个南越王嘅墓里头呢见过呢个所谓当时嘅丝绺玉衣。佢唔系用金唔系用银串埋啲玉，系用丝。当年呢中国嘅南部呢出蚕嘅。呢个有一个好大证明，呢、这个两千几年前噶啦，秦朝嘅时候噶啦。咁你睇下咧，嗰阵时咧已经有丝，但系咧呢、这个所谓金蚕毒咧，金蚕蛊咧就系、是、咧佢制作方法咧系将白虫啊，又系正话讲嗰、那个白毒嘅昆虫或者动物，咁又系咧加入一个罐里边封密咗佢。等佢互相殘殺，經年之後咧，將佢拎翻出嚟，啊，居然冇悶死，冇窒息，咁咧呢個蠱咧就為之金蠶毒。金蠶毒咧唔係即刻死嘅喎，據說七日之後死嘅，唔係含笑半步釘，冇半步咁快脆，七日。咁啊之外咧，除咗毒虫之外呢仲有好多蛊嘅狗啊猫啊老鼠啊呢啲都可以落蛊㗎。咁有一隻呢叫泥鳅。泥鳅大家都食过啦，去街市一买呢就将呢竹叶同埋蛊药一起浸酒咁浸。咁白天呢就变成泥鳅，但系呢种泥鳅咧就有毒嘅。咁听闻咧又系一种传说，食咗咧嗰只泥鳅咧就喺你度肚里头咧翻翻斗，痛到你咧入心啊骨卒之咧钉埋。咁当后边咧我哋仲有咧植物同埋动物嘅蛊。都我哋都唔讲啦，呢、这个太多呢种咁样嘅中国人嘅传说，差唔多样样嘢都可以落蛊咁滞。咁呢、这个巫术嘅落蛊呢，啲所谓蛊惑啊，有冇办法辨认呢？有冇办法test 下佢呢？测验下佢？有啲人呢正话我讲咗呢，中咗蛊之后呢不知㗎喎，自己都不知道原来系中咗蛊。咁点样可以辨认到自己系中咗蛊呢？蛊书呢亦有咁讲。嗱，当然我就再强调呢啲系蛊书里面嘅传说编造出嚟嘅。系咪真呢？我睇呢都有八成假啦，有两成呢怀疑，唔敢肯定。咁呢个辨认方法呢就话食黑豆或者明矾。黑豆大家呢买得到啊，通街有卖啊。明矾呢近时我哋一种结晶嘅白色白白地唔透明嘅一种石矿石嚟嘅。就听闻话我嚟清洁啲水啊，净水，咁闻到食生食佢，又如果食完之后咧，闻到口中咧有青腥臭苦涩咧，
就證明呢已經中毒了。或者呢是乾草一串吐出之後呢汁液呢就隨即吐出，就說明呢又是中蠱了。另一種方法呢更簡單，就話呢搵隻鴨蛋，如果香港都唔係咁容易搵鴨蛋，鹹鴨蛋呢就容易啲，就插一根銀針，銀針都唔係咁容易搵喎，即係純銀㗎喎。咁然後呢口中呢要含住呢個鴨蛋要一小時喎，哇都咪話唔耐，要耐要含一小時，然後呢拎返隻鴨蛋鴨蛋出嚟睇下呢有冇變色。如果變咗黑色呢該會啦，中咗毒，中咗蠱。咁呢種呢含鴨蛋兼銀針嘅方式呢又係一個呢傳說嚟嘅。另外一個呢亦係一個傳說，佢話呢用煮熟咗嘅雞蛋，今次雞啦，但冇講明呢有冇受精嘅雞蛋，趁熱呢喺人呢嗰、那個懷疑佢中毒嘅人身上呢就碌，唔係話打魚咗至碌雞蛋喎，搵啲生煮熟雞蛋呢，熟雞蛋呢，熟到透雞蛋呢，即係煲十分鐘嗰啲人，咁然後呢就喺身上碌碌之後呢剝開隻雞蛋殼睇睇，如果蛋白變黑或者粒凸不平呢，咁又係即係中毒，又即係中蠱。有冇道理呢？呢啲玄學嘢我唔識啦。不過呢書籍上呢就有咁樣講法。咁呢、這個講法呢好多人相信㗎，真係搵隻雞蛋嚟碌㗎自己㗎。碌边个部位呢？冇讲明喎，所以呢中国好多医疗呢都系大家得个传者啫。到时如果唔得呢，咁咪有一赖啦。哎呀，你碌错位置啊，碌额头啊嘛，你又碌咗个身心口，唔系碌嗰度啊，碌手啊，你碌咗大髀，唔系话我全身碌齐喎，有冇啊？有冇笪地方你冇碌到啊？是啦，就是碌症嗰度有问题咯，咁样。咪check唔到有冇中蠱啦。咁中完蠱之后有冇解毒呢？有冇解蠱呢？有。梗係有啦，中国人呢啲传说好多㗎嘛。咁话呢尤其药王啊。中国有个药王啊叫孙思邈。咁话呢中咗毒之后呢就可以解毒嘅。咁佢有个大著大作叫做千金方。佢话凡人中蠱，有人行蠱毒，病者药服药知道个蠱虫嘅姓名，当呼唤将去，咁唔系容易啊！你知道佢系金蚕毒，要嗌只金蚕名啊！如果你知道佢系狼狗蠱咧，咁咪要嗌狼狗名啊！各种啊，你唔知边只你嗌齐未？咁啊嗌齐都冇戏啦，都拜拜啦！咁若欲知落蠱嘅人嘅姓名呢，有巧，佢话呢以一个蠱皮打蠱个掹住嗰个嗰阵皮，但係呢需要係坏咗个蠱，打残咗个蠱，打到呢隻蠱呢已经崩晒散晒，咁将嗰啲蠱皮呢磨烂佢，磨烂佢之后呢，或者呢磨唔烂嘅，有啲蠱皮好实嘅，或者烧咗佢，烧佢之后呢变成灰，咁然后呢就服食，
哇，即係等於食香爐灰一樣啦。啊，個骨皮燒完啲灰都我拍者都冇味噶嘛，啊，好難入口咁。但係咧就估就咁講啦，傳說就咁講啦。服幾多咧？嗱，服幾多咧有個規定嘅，咁啊話咧揾酒服啊，通常咧通常中國人啲藥都用酒嚟加落去嘅，咁啊雙蒸得噶啦，你唔好話揾白蘭地、威士忌啊、紅酒啊嗰啲啤酒唔係好啱嘅，中國人啲藥咧要揾翻中國嘅酒服，服幾多服？一方寸嗰、那个容器呢好似个匕首咁样嘅。好似把刀个短刀匕首，其实呢容量等于一方寸。咁多食晒落用酒服之飲咗佢。飲咗佢呢等一阵。自呼古主姓名喎。啊咁神奇。飲佢之后直情呢迷迷惘惘之中咧，就会讲出落毒个人贵姓芳名啦。咁你跟住咧就语言中咧就驱除佢走，走啦阿茂阿寿，走啦快啲走啦。咁咧就落嘅蛊咧，居然就。冇咗，哇！咁神奇，唔系啩？啊，传说里边就咁讲啦，大家又唔好学啊，唔好信，真系有此事嘅，真系。咁啊，亦有一个咧方法话解蛊毒嘅，呢个咧就叫做咧，真系食砒霜毒老鼠。呢个方法咧。佢话搵一啲蛇盐啊，蛇盐系咩？蛇嘅口水。哇喂，大家知道啊，蛇咧好多系有毒噶喎，毒咧个毒药咧个毒囊咧就喺口腔之中，咁啊直接到佢个只牙嗰度，咁啊一啖咬落嚟你嗰度咧，即刻好似打针咁咧，嗰两只尖牙咧就将个毒液。下灌落去你个身体，咁你身体度度有血噶嘛？一经血，啡啡声到你心脏就拜拜。咁蛇口水里边有冇毒呢？未必有，但系成分好高啦，随时咧饮埋啲蛇毒噶喎。咁使人得。这个中毒的蛊呢即年之后死。那么这个呢用这个方法呢亦可以呢聊到个蛊毒这么讲。那么历年来呢好多人都说呢中医呢唐医呢里面都有他的理由有他的经验是啊事实是。但是呢呢而家我所讲上述所讲嗰啲蛊毒呢我就觉得呢科学师讲係一种微菌嚟嘅。係咪用呢方法都可以治疗到呢我好怀疑。所以大家呢就有病呢就唔好自己蛊啦。要去医咯噃，好咁啊！讲完呢个蛊毒之外咧，后咧我就讲下中国里边咧，有历史上咧有一单咧叫做巫蛊之祸啊！嗱呢单咧又系中国人嘅蛊嘅传说。嗱落蛊咧有几种方式喺中国人呢、这个期咧，同 Fraser 咧，我上文讲过咧。嘅方式咧，有佢分析呢、这个巫术咧，都系有关系。
佢呢一种呢係直接落蛊。另外一种呢就係、是、用人偶嚟落蛊。何为人偶啊？人偶嘅人呢，人偶嘅意思呢，我大家睇睇呢个字，人偶。呢、这个人偶呢係用公仔，用木雕嘅公仔。咁好多时呢就好嘅艺术家呢就会将佢挑成个人嘅样子。譬如呢佢同我有时候呢挑成呢个胡须佬嘅样子。咁然后呢将佢埋藏于地下。咁当然呢仲要请巫师呢去诅咒。第呢种呢就叫做巫术里头嘅诅咒啦。诅咒呢即係话而家好多人呢就暗暗沉沉就咒你啦。咁当然我哋凡人呢咒来咒去都唔生效嘅，你点咒佢？你打麻雀输家就咒个赢家出重都咒唔到嘅，你自己出埋重嘅啫。点会咒得掂呢？冇科学根据呀。咁但係当年呢古代呢千几千年前呢真係相信咒得成㗎喎。咁於是乎呢呢、这个无辜之祸呢嘅故事呢就产生啦。咁当年呢呢、这个时候呢就汉武帝嘅时候。汉武帝刘彻呢而家呢都系认为一个明君。因为佢呢嘅武功呢都相当大嘅，相当高嘅。但系因为呢汉武帝呢就系、是、做皇帝嘅时候呢强盛呢就于是乎就鍾意享乐。享乐以乜嘢为最巴闭呢？咁梗系女色啦，所以后宫佳丽呢都不止三千人咯，好多人。咁呢个汉武帝最鍾意嗰个女人呢，当年呢嘅美女呢系咪同而家呢一样呢，我就唔系好清楚。咁有两个夫人呢，我怕者呢都使到佢神魂颠倒啦。一个呢就姓李嘅李夫人，都系封咗皇后㗎喎，后封皇后。另外一个呢就卫夫人。卫子夫。嗱，点解呢个咁出名呢？呢、这个卫子夫。好简单啫。因为呢广东粤剧大戏有呢个人物出现㗎嘛。汉武帝梦回卫夫人。梦回即系佢拜拜啦。咁卫夫人呢生咗个仔嘅，有个儿子嘅刘据。咁但系呢祸就出于咁样啦。因为呢当时有一个汉武帝嘅宠臣，呢、这个都系小人嚟嘅，叫江充。咁江充呢就同个太子，即系将来嘅继位嘅储君呢刘据呢就有啲唔妥。哇，汉武帝当年六十几岁了。冇咁老，六十六啫。但係佢个仔呢都准备做皇帝㗎喇。因为当年呢人嘅寿命呢六十呢都好高龄。咁七十就古来稀啦。咁汉武帝梗係希望长命百岁嘅，梗係希望服属仙丹啊，信晒呢啲嘢嘅，但係都好难讲，身体多病啦。我睇佢呢乜都齐啦，因为佢后生嘅时候用得太劲啦。咁呢个光宗呢就好驚储君一旦上位呢，即係话汉武帝有咩不测或者禅让或者俾个位个仔做呢，自己就唔得了啦。一朝天子就一朝臣。
於是乎呢就諗巧點樣可以除去呢個楚君留據呢，咁最好呢武帝呢就相信呢啲迷信呢啲蛊惑，於是佢呢就話：哇，皇上，你個宮室裏面呢相當多妖氣，古靈精怪，所以呢你閣下呢就你陛下呢就周身病痛啊，唔係講得少啊，我見到呢我睇唔過眼，你真係要搞搞佢。汉武帝话：好，咁咪交由你同我查查啦，究竟啲妖气何来、啊？咁啊，光宗接旨，揸住支鸡毛就当令箭，就四围去揾。但系咧，项庄舞剑就志在沛公，佢都唔系话想揾出嚟呢个汉武帝嘅中蛊嘅病因，而系想设计陷害到太子。当其时呢佢捉咗好多人。呢啲人呢都经佢严刑敲打，都供出咗好多名字。呢啲冤假错案呢好多好多，死好多人。咁但未曾喐得到太子喎。咁佢呢就心生一计。呢、这个呢真係要做到呢好咬牙切齿呢，要呢心底好辣好奸夠膽，然后至做得到嘅。佢居然呢自己做一个木偶。呢木偶当然呢就係、是、似呀汉武帝啦。咁然后呢就话佢搵到个木偶。拉埋喺太子宫嘅地下，即系话太子系准备定一个咒座，咒死个父王，自己快快脆脆上去做呢个皇帝。汉武帝听到之后咧，唔系好高兴，但系咧。你知道呢汉武帝都算精明嘅。但係呢佢周围左右呢嗰啲太监呢就阻止咗太子呢亲身见佢。呢、这个宦官苏文呢就係、是、其中一个祸首。大家呢唔俾太子去见呢个皇帝个父王。於是冇得两个人呢直接沟通，直接讲出你呢、这个呢件事件，太子冇话知叶荣渊，于是乎咧，太子谋反呢件事咧，就变成咧一个冤案。呢、这个光宗正以为得计嘅时候咧，太子刘据知道此乃光宗呢个衰人咧做嘅。冤孽嚟嘅，於是乎起兵就讨伐光宗，捉咗佢，捉佢之后咧斩晒佢，掠晒。咁啊，斩咗光宗之后咧，汉武帝更加认为呢、这个仔咧，呢、这个太子咧急不及待要落蛊嚟害死自己，哇！嬲起上嚟，嬲嘢就派呢、这个宰相率领军队去剿佢啊！剿太子，太子唔够打，匿埋咗。但系咧，带埋啲皇孙，带埋佢嗰啲仔咧走，一路走就一路匿匿匿，打到去农村，卒之咧被困之后，知道自己都冇乜生还希望，自杀死咗，卅零岁。即系好阴公，咁仲阴公咧就系佢阿妈，佢阿妈咧就系汉武帝梦回为夫人嗰、那个卫子夫啦，睇戏咧就方艳分做，
就讲到咧卫子夫点样靓，吓、啊、汉武帝点样样中意佢。其实咧，佢系因为个仔无辜之祸咧，自己咧丢埋条颈添，夺颈，阴公一代美人咧就咁样拜拜。呢、这个无辜之祸后来当然，汉武帝知道咗，咁诶，唉，但系已经咧，仔又死咗，呢、这个皇后魏皇后又自杀死埋，都冇乜符啦，救唔到，佢一得个酬仗两个字啫。咁诶，但系成个汉朝咧。去到汉武帝嘅时候，应该就系一个非常强大嘅国家，一个征服匈奴啊，征服西边咧嘅少数民族咧，佢话武功强大嘅。但系咧咁样样咧，因为内斗咧而使到国家好多重要嘅人物都拜拜。国力呢因此呢就衰退咗。由嗰时开始呢都崩啦。崩然啦。呢、这个无辜之祸呢死咗几十万，听闻最少都四十万人。到当年呢中国唔系而家十三亿喎。死四万人好多㗎喎，大哥你諗清楚啊。啊！一亿人到嘅人口，我睇唔知道有冇添，就死四万。仲埋咧系精英，唔系普罗嗰啲孤吏啊，唔系嗰啲咁样嘅人，文盲系咧做官嘅知识分子啊，啊或者系皇亲国戚啊，系佢哋嚟只有受教育嘅机会嘛。咁咧死尽，死咗好多，连刚才。我哋话武帝派个宰相去掠佢咧，啊呢位咧宰相都死埋，咁啊被逼死啦吓。咁啊无辜之祸呢个就系一个迷信咧，相信系埋咗木偶之后咧可以咧害到人嘅一个咧咁样样嘅愚蠢笨拙嘅。信任而引致到咧国家咧喺皇室度父子夫妇猜忌，然后咧互相杀戮，俾人咧从中挑拨离间而死嘅，咁啊阴公即系死得惨。好啦，另一个无辜故事咧，呢、这个无嘅故事咧。亦系发生喺汉武帝身上，啊呢、这个老友真系多呢啲扭教嘢。嗱，当年咧，佢仲有一个正话我哋讲啊，有两个美人咧。呢两个美人咧，呢位咧姓李嘅，你讲李个妹，李系个大将军个妹。咁嫁入之后咧，汉武帝非常之宠幸。因为李夫人，但李夫人呢就虽然生得靓，但好早呢就有疾病，咩病到五颜六色，历史上好似冇记载佢系咩病，总之就病到佢咧容颜憔悴，瘦骨如柴。呢、这个时候呢汉武帝心中不忍。於是乎呢就親身啊，皇帝親身好大件事，唔係去寵幸佢啊，去探病，就同佢李夫人講啦，啊我都知道你呢就快升仙啦，但係呢我希望見你最後一面，然後呢你係交代啲後事俾我啊，我帮你手呢完成你个心愿囉。
咁呢个丈夫都唔错咯，已经身为皇帝咁样样咧，嚟对佢呢个夫人，呢、这个李皇后。但李皇后唔领情咯，佢话唔制，唔好见我，何解啊？佢话咧，当年啊，阿武帝见佢嘅时候咧，系一个靓样，好靓嘅美女。而家咧，我病容憔悴，已经咧散散地啦，都就快升仙归西啦。咁啊，真系咧唔能够见啊！见咗之后咧，你嗰个印象咧会好差。嗱，嗰阵时已经咁谂啦，系一个真系相当即系现代嘅观念。咁汉武帝做皇帝喎，身为一国之君，话咗住见你，点能够唔见啊？入到房咧，另抹面，李皇后另抹面啊，唔俾你见到佢个憔悴嘅芳容，唉，阴公。但系咧，仍然咧，汉武帝咧去慰问咗佢。不久，都李夫人咧就病逝啦。唔使唔使，嗱，你坐喺度啦。按照玩完成。哦，OK，正话咧。突然间咧断咗个直播，咁啊唔好意思，咁啊呢个我即刻咧转到啦，转咗嚟呢度咧就希望咧个 WiFi 好啲，咁但系咧就大家逐睇咯，冇得知啦。咁啊讲到咧刚才阿李夫人咧病逝啦，咁啊汉武帝好非常之思念佢咯。咁啊，咁嗰个情缘已结都冇符啦，但系咧有啲方士，方士意思就话即系嗰啲识法术，而且咧道行高嘅人，经常咧喺嗰阵时候咧，因为皇帝话中意呢啲咁样嘅古灵精怪嘢。於是乎咧，就自然咧就有好一扎人咧就出嚟咧自認係方士，係咧可以咧幫到皇帝去逐呢個未了緣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叫做邵雍，但係咧呢、這個邵雍咧呢位老友咧。又有另外一个讲法，就系咧，叫李少君。咁咧，佢话可以帮到汉武帝重回李夫人。咁啊，李少君有乜嘢咁巴闭咧？佢据讲就系一个老人，但系佢咧。就话自己70岁，其实咧佢又话自己咧好老好老，不知龄嘅，不知年龄嘅老法。佢曾经咧从过安其生，大家咧就做呢、这个咩嘅噃，做个老友，咁啊非常之咧老资格嘅一个术士，一个方士。奈何呢？就佢有冇人相信呢？就相我睇呢，都会有一班人相信。咁啊，同佢讲下嘢。咁啊，呢位老友呢，就亲自去见武帝，就话俾武帝听，佢可以同你点见啊！你位李夫人咁讲，咁点见法呢？
咁首先呢要搵咗个廉价撑先。呢廉价撑呢係叫做一块奇石，一块石。呢块石呢刻成李夫人嘅模样，就放在呢这个沙帐之内。呢嚿石话位置呢睇嘅嗰个雕像呢是似到李夫人呢十足十，如假包换添。咁汉武帝呢非常之高兴。嗰晚呢就喺个围帐睇住阿李少君作法，又睇住隐隐约约见到李夫人喺围帐以内出现。究竟是一嚿石像啊，定是真人呢？他仍然无法证明，无法知。他真的想入去捉摸住李夫人，拉住他的手。但是李少君这位实是正啊，他说皇上千祈不好啊，不得的。因为呢这嚿石有劇毒，点点啊都拜拜，你咪想拜拜啊？仲有啊，行咁近呢，闻到阵味啊，闻到阵除呢都可能唔掂嘅。咁你制唔制啊？林毅话唔警告你先喎。咁啊，汉武帝自己条龙命，梗系唔舍得死啦。哦，死埋同阿李夫人一齐。做到地底鸳鸯就无谓咯，系嘛？自己斗世界，而且又唔系冇老婆，哦，咁啊，咁就远观咯。咁啊，于是乎咧，就只有远观怀念，睇下啫，就冇办法咧亲近到阿李夫人。呢件嘢咧，就俾阿李少君过到骨啦。点解呢？因为你唔买店嘅呢，你睇到佢余生好多嘢係加埋你嘅印象，加埋你嘅 imagination， 加埋你嘅想象㗎嘛。你係当真啦。其实呢係咪真係呢嚿石佢余生係变成一个咁样样嘅人物呢？大家都好难讲。咁之后呢，见完之后呢屈埋条钉尾，李少君埋条钉尾点呢，佢话呢个敲碎咗嚿石，成嚿石呢雕完嗰个李夫人嚿石敲碎咗。点呀？然后呢就将佢抹制成粉末。呢石粉呢就搓成药丸，交去俾武帝。请佢张开佢个龙口，一啖咕声饮咗，食咗落肚。嗱，咁即系咧，阿李夫人就变成石粉，就在佢个胃里边啦。佢唔知道咧，胃咧系唔能够消化石粉嘅，卒之咧就大便屙翻出嚟嘅啫。但系当年咧，汉武帝呢食呢份食粉，虽然咽喉，虽然呢咽胃，虽然后来呢都屙返出嚟，但呢都觉得呢一尝心愿咯。以后呢武帝呢再冇梦回李夫人啦，再冇见到佢啦。咁呢件事呢我都当为一个传说。就呢喺史记里面呢记载，喺东晋皇家嘅十遗记里面都有记载。咁喺中国呢呢个蒙古之祸之后呢，又一讲到呢呢种嘅方术，呢种嘅巫术嘅一种呢怪事，喺历史上有记载。而家嚟睇呢只不过一个心理嘅攻势，是一个心理的
安植安慰慰藉佢啫。有冇呢件事呢？我相信绝无发生。不过呢，汉武帝一世精明，因为佢相信迷信，迷信于是乎呢，搞到佢呢俾人愚弄，俾呢啲大胆嘅李少君欺君，不止仲要获得财富，仲成为呢武帝尊敬嘅人，仲话佢系一个仙人添。哎呀，阴公啊！咁啊，香港有冇呢？都有嘅，每年初三大家呢去见到车公庙啊，车公庙呢去拜，咁系咪会一个得益呢？我唔知。咁装头炷香系咪会顺利呢？我又唔知。系咪观音借富，即系借啲钱俾你呢？我更加唔知。好啊，咁今日呢讲到呢度，如是我闻呢就未讲完嘅。而家呢个新节目时间，下星期四我继续讲一啲呢如是我闻嘅有趣故事俾大家听。今日唔好意思，中断咗一段时候。咁而家呢係下决，上决呢直播都应该收到嘅。咁你返去两决睇囉。唔好意思，真係呢请原谅原谅，因为呢本台呢嘅技术真係呢冇个技术人员呢係做，係我哋大家呢啲老鬼，几个老鬼呢大家呢夹手夹脚啊，我嚟呢娱乐大家嘅啫。咁就此拜拜。咁希望各位身体健康，唔好迷信啦，拜拜。